没事没事。你的做报告还是看台吗？大叔晚上好。谁盖说不赢的？那可能是五分钟前的我。赢过一次之后就 OK 了吧？该做做效果 OK 吧？我怕大家睡着啊，这个双抽副本。所以我就是做个效果 OK OK， 效果做到了，该认真了吧？该认真了吧？对，我们认真一下。哎，这可以消火珠吗？肯定可以哈。都是银行就好，屁话一堆。大叔怎么一进来就这么凶？不是屁话一堆，主播真用心啊！阿嘉懂我。这个我也觉得阿嘉是最帅的观众。金珠尽量消，少拍马屁，哇，真的啦，怎么拍马屁？我真心这样觉得，称赞别人的人最帅。接这里，我都说直接把血量补满，他就打不到我了。跟新珠搞一搞，他就直接升天了。哎，干，我点错了，好。哎，那新珠怎么只消一组 ？Hello， 好，一万五，回不来，没了。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对，就是一汤五，好了。这么硬，迟早该下去了吧？我再开个技能，舒服多了。他有六千万呢，看来是我小看他了。好，这样，还是得死啊！拉普拉斯两卡试试看，不行，那血量感觉不够。哎，够哦，两卡够哦。因为王冠那个回他反击一千而已，这个两卡应该是可以过。